我关心到来自嘉义县的消息，这是在顶个月大火当中赶回到阿里山红山国小，煞被落石砍到因公死亡的老师张雅茹，今日举行到公祭告别式，由教育部颁发到三等楷模奖章，嘉义县政府也颁发褒扬令。楷模奖章证书，致以嘉义县阿里山乡丰山国民小学故教师张雅茹。因公死亡的张雅茹老师，由嘉义县中学馆代表行政院长毛地国颁发行政院三等楷模奖章和嘉义县政府的褒扬令，是由张雅茹的翁婿郑万平代表接受。中学馆事后也强调，应该修法，予山区的老师保险，对现在的300万提高比较，经销人员的1000万保障。我还是希望立法院跟中央有所反应啊、哦。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只能用仁爱基金或是用这种回馈金去做一些可能的一个弥补，这种弥补事实上是买不回生命的。张雅茹是在5月24日在登去红山国小的路途当中被落石砍死，告别是7号中昼举行。不过，县长张华官、立委陈明文和嘉义县议长张明达、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吴青山以及在位的地方民意代表、县府官员拢到场。阿里山红山村全村大约300人，有100多人专程前来献花致意。张雅茹的翁婿郑万平也特别穿着结婚当时所穿的西装，来送过往的太太最后一程。李宣涛一气文是哭甲真艰苦，让世人感动流目屎。新闻客姚红最上香采访报道。